这个地方也没浆，这个地方也没浆，都休息。 平常都自己剪。嗯。嗯。自己洗。我没修啊。啊。我说他的，我说你修，叫他学的。行，学会了就要跟你修嘛。这边可以，这边没什么事。 这边没有事，主要就是这里。厚，你这个指甲。你不用紧张，没有事。会指甲，所以特别厚。这就会指甲。 对，你可能以前经常挖这里挖的，这肯定很久没修了，马上好了，不然不会长这么深了。你每次剪这地方都没剪到过，对。 好了，这边是，好了，这边是，还有皮呢，全部粘在上面的这个。 脚放松就行，我感觉绷得好紧，太紧了，绷得放松，整个放松，绷得太紧了，已经修好了，脚放松就行。 没剪好也会长。